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立人天。可以看到呢，就是现在五供已经圆满了，那法师们他们啊一起诵经还有五供的时间呢，现在呢他们正要准备稍微休息一下，然后用个餐，下午呢师父啊就会来讲经说法，所以法师们跟讲师们诵经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那当然我们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一个法门，所以希望呢，我们民扬两利，家家户户都能够平安，在我们年位上的诸灵，大家都能够心开意节。尤其供养祖先，这些祖先们呢，真的都是祖德流芳，这就是我们要借助呢，我们神佛的威德力，我们才能圆满这么样一次殊胜的阿弥陀佛圣诞法会。现在我们可以看哦，义工们他们已经开始出来了，而且呢推着推车呢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要把这些贡品贡菜呢把它收起来了。我们来看看他们辛苦忙碌的时段。
今天呢，我们的法会呢，来参加的义工们呢，就是有东山道场的，还有中港道场的，还有中兴道场的，就是来自三个不同的道场。但是呢，学员们，你看就像一家人一样哦，大家真的是很忙碌的，而且呢，要把同样的东西呢，把它收在一起哦，大家做的都是非常的开心哦，非常的高兴哦，所以。哎，师兄，小蛋子嘞，为什么这个你没有把它倒进去呢？那个是另外一个负责的，等一下还要再收一趟。这是不一样的东西吗？对，因为我们每个收一样的东西，这样才不会乱掉，比较有秩序。你是哪个道场？中兴道场。中兴道场所以说，来帮忙这个，我想讲奇怪，你哪老金矿没被修嘞？没有，那个是另外一个师兄，他可能在准备另外一个袋子，这样比较厨房比较好处理。谢谢你，我就不耽搁你的时间了。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哦，这个地方呢，就是专门呢在收这些今天的供盘，盘子呢这些有油脂的啦，有用到了一些我们的供品的这个有油的东西，另外呢会到我们洗碗槽那边另外去洗，而且呢，你看大家分工合作，时间其实也过得蛮快的哈。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些供盘的收啊、洗啊，我们都是要经过三道的手续。第一道呢，先把我们这个油先清掉，用肥皂呢把它洗过，洗碗巾把它洗过，再来呢就是在第二次的洗清，再过来就是第三次的洗清。洗清了以后，这样不算完全哦，一定还要再经过啦，擦干以后放着打包好，等到晚供的时候就必须要用到这些供盘，而且呢就是要十个来包一包的。我们看现在呢剩下的就是这是豆干嘛哈，百叶豆腐。百叶豆腐啊，啊你是收百叶豆腐的？不是，我是收盘子，因为那个百叶豆腐的是我不晓得是谁，没有人收，我把同样的都收在一起就对了。对对对。你是哪个道场？告诉我们。东山道场。东山道场。是是，谢谢你。跟大家讲阿弥陀佛。齐法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口罩。大家好。好，谢谢您，感恩了，好辛苦，谢谢，谢谢，谢谢。现在呢，我们利用大家都在休息空档的时间，该用餐的用餐，该洗盘的洗盘。那有很多义工们呢，你要做其他的事情都在做的时候，我们的坛城呢，其实现在是很安静的。不过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维新电视台的摄影师呢，现在已经在做准备的工作，因为师父下午2点的时候呢，就是要讲经说法了，所以说要把师父呢，这么样讲经说法，这么样精髓的，这一些的开示的话语，我们要一一的把它公录起来，这是由我们维新电视台，各位除了看到我们有这个机子之外呢，当然包括现在在录雅琪的也是一样，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导播台的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说其实呢，这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把它弘扬一下。嗨，我们帅帅的摄影师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你好，辛苦啦，谢谢你哦。好，我们是因为大家都是分工合作的哈，所以说其实摄影师们也是都要很努力、很精进的，要花很多时间把这么样一个妙法呢，把它广传让师父这些开示的这些的给我们开示的这些话语，这些很殊胜的这些的法，可以广传到我们用网络传法，还有我们用 MOD 700台来传法，还有呢，我们用地
四台，有些是有的130台，我们来传法，为的就是希望呢，广传老祖师尊的妙法，广传师父的妙法，让家家户户都平安。尤其把它公录实录记载呢，让这一次丁酉年的阿弥陀佛圣诞法会33天的殊胜，也广传到每个世界的角落，希望能够达到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达到闽扬两利，家家户户都平安哦！祝福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非常的高兴哦，就是在我们这次丁酉年阿弥陀佛圣诞，我们在坛城里面可以看到很多信众，还有贤士同修，还有法师们啊，他们都来礼佛，跟珠帘位上的老公啊拜拜哈，祈福，也希望呢可以大家消灾化解，心开一结。今天我们巧遇的就是我们的圆生法师，阿弥陀佛，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雅集师姐好。你好。我们知道圆生法师除了是我们台中道场法师，他也是我们就是台商服务联社的社长哈。为什么我刚忽然想到，就是昨天呢前天还是昨天，我们有遇到了一位从越南回来的一位师兄，他也是上你的课。对对，这一次的水陆法会的这个哈，我们阿弥陀佛的法会我们越南回来很多，他们陆陆续续回来，因为他们都有社联位，他们每一回的我们山上的水陆法会，刚刚讲的，还有这个阿弥陀佛圣诞的法会，这两次在我们总本山所举办的，他们都会在越南先来报，报名了以后就是挪时间回来，这个来祭拜。他们就觉得很有感念，对，很有感念。那天我们碰到的那位师兄，我忘记他姓什么，不过呢，他带了2位他的女儿，对，而且呢，非常的殊胜哦，公设了很多的灵位，而且他说他每一年呢有空的时候回来，跟随着圆生法师来学习，在越南学习这些易经风水妙法，其实改变他很多哎。对，他们能够认同我们中门的法。可以跟随着老祖师尊来修行，是因为他们有体证道，体证道老祖师尊传下来，师父传下来的法能够利益他们，所以说他们已经有感应了，所以说才会持续的每一年都回来。那这个法会上呢，他们很诚心的来设这个联位，那设这个联位对他们来讲，他是真的有得到，是有得到，他才会这个继续每一年不断的来参与。好，所以说每一回我要过去上课，尤其是在法会这个之前一定要报名的那个报名表，他们都一直在叮咛老师你过来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报名表带过来，我们这个一起来报名。好，那报名好了以后，等到他们有空的时间，就是陆续回来禀告，回来忏悔，这样。对对对。我们圆生法师，他就是我们台商服务联社社长。台商呢，其实是很辛苦的，尤其离乡背景哦。我看他回来的时候，他说大概一个月回来一次，而且呢，家里要照顾到，那公司工厂也要照顾到，尤其家的小孩女儿正在成长的时候，也要照顾到，真的要面面俱到的。其实我们所有的台商，不管在哪个地区，实际上都很辛苦，离乡背景，但是为了事业的这个永续的这个生存发展，他们不得不必须要往外的发展。但是现在不管在哪个地方，尤其在越南，现在因为南向政策的这个原因，所以说一直在蓬勃的发展。那在越南这个地区呢，我们在越南从第一届到已经开了这个5届，就是第一届到第5届，那来学习的台商很多。那这些台商除了都是中小企业的一个老板以外，也有很多都是中间的干部。那他们有来学习的，有感触得到了，他们绝对会去质疑到我们中门有哪些活动，尤其是法会，因为法会遇到的问题，我们这个看得到的处理完了以后，有一些看不到的冥冥之中的这些连接的问题，他们这个感触得到，而且回来设连位安奉了以后，祭拜了以后呢实际上都很平稳，所以说他们才会一传十，十传百的，都一直在鼓励着他们回来这个设连位。那我在上课的时候，我都只是要求第一个法会当中就是
你的祖先一定要安。第二个冤亲债主，第三个就是你公司工厂的地基主，这三大项一定要做。那如果你还有那个慈悲心，就是你工厂的辖区，就是辖内的这三界万年也要设，这是最基本的。是。所以说我们知道真的是我们维新圣教呢，这妙法真的利人天，而且呢就是可以达到民扬两利哦。那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圆生法师呢在越南，尤其是台商服务联社社长呢，对我们台商呢其实帮助很大。尤其我们真的很感恩的，就是说这些台商呢在受到法益，大家又有赚钱的时候呢，大家也是来帮助我们建设我们维新圣教的，我们一间风水学院的这些的建设，很多都是我们的校董啊。对像我今天刚刚好有一个在越南社场在做纺织的，他打电话给我，他说：“老师啊，我要捐一点钱啊，这个来建设这个我们义兴大学。”是。我刚好跟师父在讲话，所以说我拨他的电话通了，跟师父讲，师父也很感恩，说你好好的打拼，把事业搞好。是。这个哈、义兴大学的建设不在这个一年两年，就是你尽量赚，尽量来布施哦，希望把这个义兴大学来完成。就刚刚我跟师父来报告，也拿着这个董事长的这个电话跟师父来谈，所以说。这个在越南这边实际上他们感受得到都一直在回馈，那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的这个工厂的平顺以外，他们可以回馈，那这个是一个互利的，是一个互利的，那也是老祖宗的慈悲，可以让他们做更多的善事来回馈，那回馈了以后可以又事业，又可以来回馈事业，以后这种正向的回馈自然而然他的生意会越来越好。所以师父开示我们，就是说我们其实布施的功德很大，但是呢就是有财施、法施、无畏施，而这些财施呢就像刚刚我们圆生法师提到，这些工厂的大老板因为他的努力受到了法益，他们有赚钱，想要来布施他的财力，让我们来建设我们的义兴大学。那当然了，如果说法师就像我们的圆生法师一样拥有这么多的法，而到世界各国，到越南这个地方来布施这些的妙法，让大家都平安。那无畏施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有很多的义工就在每一次呢尤其像我们的丁友年阿弥陀佛圣诞法会大家都是这么样的护持，真的欢喜心。那我不晓得我们圆生法师这一次安排我们学员是在哪一天来布施他们的无畏施？我是安排在12月23号那一天，星期六。那天他们发动这个很多的这个义工来服务。那我刚刚听到一个师兄在讲说，老师你接到的那一天人特别的多，我说这个让我们做功德的机会就更多，或者大家都有福报来为这一次的法会呢尽一点心力。对，可见呢大家这种发心诚挚的心真的是非常的赞叹哦。因为师父开始我们说一个法会的圆满财力人力物力真的要用到很多，但是最重要你要带着一个诚挚的心哦。所以我相信大家抢着做也是因为大家得到了说我们做义工呢这个功德真的非常的殊胜啊。对要讲的这个义工做了以后的一个回馈的这个功德呢是很多，大家都印证的很多，每一个接受访问的我相信大家都有感念哦。这个在这个地方我就不多谈，但是呢我还是要跟各位来这个分享的，就是说你可以来尝试一下，有一些事情我讲的你未必能够体会，等到你自己做了你亲身的体悟了，谁跟你讲都是一样的，那你自己体悟了你就了解说在这个做义工的当下可以多少的回馈，这个是你自己的一个亲身的，这是最宝贵的。对，虽然我们想跟圆生法师多聊，但是我们刚刚可以看到他整个我们20个楼公龙拜贺可能还有一些事情要忙，要跟各位谈的还很多。其实我也想跟你谈很多，但是呢，我想我们在另外一个节目，天下一家亲可以谈的更多，好不好？刚刚我想到一件事情顺便谈一下法会当中师父给我开示，我服务过的台商世界台商服务联社服务过的这些工厂公司
每一年都要帮为他们来设这个年位。是是是，所以说像今年这个我在前天要设年位之前就统计了一下，就是大约有几十家也是一样，全部要把它设一个大年位。那师傅讲说，我们要为他这个公司工厂来服务的时候，实际上每一家公司工厂的一个三界万年，他也是需要你们的超度。所以说我们服务过的，我们还是一样，这个为他们来这个设年位，就代表老祖师尊师父有多慈悲。 是真的，真的，我们感恩老祖师尊还有师父的慈悲，还有我们法师呢为这些厂商们来做服务，真的也要大家都圆满了。对对对对，除了说为那服务能够平安，我们看不到的这一面呢，师父说借由法会的这个功德力呢，来能够超度他们，也来能够击败他们。是的，对，是的。我非常的高兴哦，大家听到我们的圆生法师的开示，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大家赶快来学习易经，就是来接法，不只是呢，我们可以呢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一步还可以帮助大人，这种功德是非常殊胜的。今天我们要谢谢圆生法师哦，刚好谢谢各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祝福你，阿弥陀佛。除了说跟随师父来弘扬妙法，帮助很多人之外了。真的，这种心情我们可以了解。到最后呢，真的就是所有的布施呢都在他们的身上了。所以说，大家来上我们的易经的课程，也可以有机会的当义工之外，你又可以保护你自己，又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他人。这真的是属于我们师父开示的，也是佛家所开示的财师、法师、无畏师，功德无量。祝福大家，阿弥陀佛。